祝身边的朋友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身体健康，有万事如意。要从八国里养到中国北京，大概有10000公里。听说老外永远说都是把他喜马拉雅上面川普国旗。我叫多多，来自八国里啊，现在生活在巴黎。我是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我是在初中开始学中文的，就是在里昂的一个初中可以选一个中文课，然后我14岁，好像14岁左右开始学中文，但是我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学中文，然后，就高考后我就选择读中文系，所以去了巴黎的一个学校叫做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读了中文系，读了本科生，对。那之后你有到中国去留过学吗？交换过吗？去了，对，我2016年的时候，因为我的大学和中国那边很多大学有那个合同，所以我去成都四川大学交换了一年。在成都待了多久？就10个月左右。10个月，然后你觉得在成都的感觉怎么样？对这个做城市的印象怎么样？很好，我很喜欢成都，我觉得是我的第二个家乡的感觉，真的。就是很喜欢吃麻辣的。你很喜欢吃辣。对，很喜欢吃辣的，而且那边的生活没那么紧张，就是它的这个城市节奏很慢，就是他们很享受生活的。比法国节奏还慢吗？需要看，就巴黎也觉得就是。还是蛮紧张的，对。觉得成都人还是比较会享受生活一些。对。就不像北京、上海这种城市。Okay. 那你现在是在研究生，也是学的是中文专业吗？我现在学的是华语教学专业。华语教学。对，在这儿当中文老师。OK， 就是教法国人学习中文。教法国学生。学中文。学中文，对。那你觉得在学中文的过程当中，什么哪一部分是最难的？可以对于法国人来说。对于法国人来说，可能最难的部分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中文是一个很陌生、很不熟悉的语言，而且跟我们那些拉丁语语言，都是来源于拉丁语的那些语言，很不一样嘛，就没有 A B C 这种字，所以可能是最大的部分是他们害怕学中文。对，那这次疫情，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不都说啊，这个病毒来自武汉，那当时你有没有？就是你自己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对于这件事情？你说的是就是跟那些说武汉病毒那些人，对，那肯定是不赞同的，就不要这样的，就是因为以前的病毒不管来自哪儿，我们不说什么什么什么城市的病毒，就是觉得不合适，不该这样说。然后你的身边会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们对中国存在一些偏见啊，或者是存在一些刻板的印象吗？因为我的大部分我很多朋友都是你的朋友都是中文系的，我知道了。应该没有，但是有还是会有一点，就是说那种很刻板的印象，就是吃狗肉的那个吃狗肉，这个就很就很傻，但是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中国的一个小地方那边才会吃这个东西，然后韩国也有，但是从来不说韩国人吃狗肉。OK， 所以这个还是算是一个蛮刻板的印象。还有什么呢？就我身边的人还蛮算了解中国，因为我的原因或者因为他们也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因为如果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我肯定会跟他们。他们就是问我，你学的什么专业，然后就跟他们说一下对中国的什么，我对中国的知识，然后他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法国老年人才会有。这是年纪比较稍微大一些的人。对那对于比如说这次疫情过后，然后其实很多对这疫情当中你也看到了新闻，可能中国政府做的封城啊，就是很严格的那种。对。可能法国人会觉得说，你这侵犯了人权，不自由。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他们没有这样评价中国的新闻，他们这样是就是他们会，就是那个不自由那个是那些不想戴口罩的人会说的。是不想戴口罩的人。这是一个，就是当然是脑残的人的人。他们就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法国人发现了，就意识到了，就是中国里面管理疫情的那些方法虽然很严格，但是还是有效。
而且他们还是比较羡慕中国那边的，因为我们法国就是现在还是、比较严重。对，就怎么说呢，就现在很多法国人都怀疑法国政府的能力。对，所以就看一些国家他们管理的很好，他们还是会比较羡慕的。OK， 就那一开始会有这样的，你像你说一样的、意见，但现在我觉得没有。OK， 那你就觉得在中国文化当中能够最打动你的一点是什么？打动我的一点，对，你觉得或者是简单一点说，对，你觉得你非常认同的一点是什么？首先中就是不知道算不算文化，但是中国音乐嘛。啊，中国音乐，因为我喜欢说唱，不只有说唱，就是中国音乐，我也很喜欢。你指的中国音乐是指的中国传统的音乐吗？还是流？我也很就是什么、传统音乐很喜欢的，对，就京剧啊，什么越剧，什么，就我听不懂。对，就是反正如果没有歌词，我听不懂。然后我就是也我不是每天都要听什么京剧和越剧，但是偶尔也。但你会欣赏。对，我能欣赏。OK。然后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词和诗。诗词，对。那你最喜欢哪一首？我很喜欢徐志摩的。徐志摩。对，我还是比较现代一点的。对，因为就是传统的那些还是很难懂。对。徐志摩的有一个叫什么《松壁》是吗？不是《松壁》。再别康桥。再别康桥。能还记得？记得两句吗？记不得。对，我也有太尴尬了，我忘了。还有，对，我恰恰的来，就是我恰恰的走，这个是他写的吧？是，好像是指是康是。再别康桥。下的见面两句好像是。对。我恰恰的来，正如我恰恰的走。对。后来我忘了，但是。后来挺后面挺长的。对。那对于比如说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你觉得会怎么样？那我觉得中国未来的发展肯定会是，西方国家就包括我们国家会跟中国的合作和交流会越来越多，这是肯定的，这是这因为是就不能避免的一个东西。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可能，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在这个国际关系它的位置一定很高，就是第一或者第二，所以就是现在所有西方国家都是不能怎么说呢，都是他们都必须接受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会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公司会跟中国当地的人和公司交流什么的，可能我们那边的大学和你们那边的大学也会有一些合同合作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希望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对，友好的关系。